变马甲线伤肩颈，文艺青年可舒缓。就说女人嘛，定做衣服不如定做身材。新竹一个50岁的贵妇也想说，与其穿马甲，不如自己有马甲。为了练出马甲线啊，2个多月前开始，一把操迷呀操，连续练了10几天仰卧起坐啦。而且每次都求好心切，强迫自己手肘要碰到膝盖，还用力用手压迫脖子后面哦。结果造成颈神经跟压迫受伤，不但肩颈僵硬啊，手背还酸痛到抬不起来嘞。我累到手举不起来了，没有关系，我自己帮自己按摩。可怜的贵妇哦，手痛到她连色纹同病相怜，住了50几天的复健才复原。她的医生出来提醒大家，像文艺青年的动作啊，其实是可以舒缓肩颈紧迫的。知道了吧？人家圣文有练过，早就在拉筋了。但是医生也有建议哦，配合适度拉提头部的动作，会觉得更舒服。懂新闻，谁说人家驸马的人鱼线嘛？报道。